前文书说的是圣手秀士冯渊得到这些贼的情况，回到公馆这一说，蒋四爷蒋平一听满怀高兴，太好了，哎，这叫送上门的礼物，咱们还不去求吗？上文书咱说了，蒋平拿出个主意，就此带着人马安排到查处岗，就等待这些贼不来便罢，要来我就让他们入了龙潭虎穴一网打尽。大家伙一哄声的，这个主意太好了太好了。严查散也是点头答应，山西大雁徐良啊来到近前，拉住蒋四爷的手，四叔啊，你这个人可真是足智多谋，咱们爷两个想到一起去了，我也是这样想的，好了，这才叫不约而同。都谁去呢？小武艺的，玉面钻珠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义士爱虎，山西大雁徐良，那是主要人物，他必须得去。小七姐，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井底蛙邵环杰，潮水宴的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红眉童子柳金杰，白眉童子柳玉杰，形如龙形如虎等等等等，这些人其余的都留在家里干嘛？不能齐胜不顾家，咱们得找找原来想当初的过错。老虎还要打盹时候了，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今天咱可不能违背过去的教训，得高一把挺头人，在大同保护大人的安全。当然蒋平徐良两人是带头的，圣手秀士冯渊那更得去呀，他是向导啊，这才把这些老少群凶小武艺小七杰当夜晚沿途没事，当时就来到了查处岗，进入马员外的家大门的外边。有家丁知道回禀马员外，马忠一听，哎呦，开封府人来了，这才列队接应啊。见到家里，老马家日月过得挺好啊，地有千顷，粮有万担，房屋呢不下百间，大户人家嘛，员外嘛，家里宽敞。当时把这些人让进了高级待客厅内，咱是先茶后酒，高酒名肴，宾客款待。一边喝着酒，一边研究对策怎么办，明天这谁来怎么办。大家伙一言他一语，有的说来咱们就伸起动手亮家伙，死于决战，今明天不是啊他死就是咱们活，不是于死就是网破。大家伙大多数都会这个意见，要是打来就伸手。蒋四爷啊，
手捻着狗油壶，小圆圆珠直转呐。哎，各位，你们方才说都同意啊，明打明斗，我呀有个主意供给诸位参考。好一位足智多谋，这位蒋平，他人站起身行，把话明，面对着山西大雁徐良，就把梁子叫梁啊，是说有一条记牢笼，我打算呢明天咱们不叫人，咱给他来个金风未动才宣解，让他死不明。怎么办呢？在咱们差官选拔的人一个，男扮女装打扮马小娇，姑娘姿容，就让哎这么参观打扮女人，她把新娘子做，夜晚间就让她和刘雪巧拜花灯，洞房里就要结果刘雪巧的性命。我看这主意能够成功，蒋四爷翻江书蒋平说了这一番话，诸位群兄让大致都赞成，这些人呢掌声如雷，太好了，都赞成蒋四爷，尤其山县徐良。哎，蒋四叔啊，你这个太是个高见了，这主意比那明打明斗强这多省事啊。对呀，除贼嘛，跟他们客气什么呢？哎，自古有这么句话嘛，杀恶人就是行善。对了，对这些贼你不给他下狠茬子，嗯，你那就等于作恶了。就这样，这档事安排完了，蒋平说了，在咱们这里都得选一个大姑娘做新娘啊。大家伙你瞅我瞅你，这是谁行呢？翻江书蒋平盯住了人一个，他没把哪个放在眼中，瞅谁不像
女流之辈。蒋平这俩眼睛就盯上任一鸣，看中了小霞徐良的徒弟。小侠客他本姓龙，手点着龙天镖就得你去办呐、明日里好好打扮一位女孙英，你就打扮新娘子，把新房住，夜晚间动手要贼的性命。小侠客龙天彪一听他有点不愿意呀，师叔啊，你赶快换别人装成。蒋平他绿目横眉，把这小侠客叫，你看看你不中何人能行，我去装下是不是老头子他能够像吗？你师父徐良那么大个子哪像你花容。蒋四爷说了几句话，这功夫惊动了徐良多倍的仁兄。徐良他手点着自己的弟子，当时冲着龙天彪断喝的一声。徐良把脸沉下来了，天彪啊，我问你是怎么回事。你看徐良啊，徐良就在老少群兄中间里也是有一定的威信，哎，说话没有人不听的，何况徒弟呢。徐良当时脸一撂，那就把啊小侠龙天彪吓麻了爪了，踹拉白脑子就低他了。咱们来的说得清楚，别说你，就连我哪一个都得听翻江叔蒋老爷的，因为他是首领。你反驳什么？是是是是，师父我错了，那我就装新娘，嘿，这事就定下来。怎么书说简短，这是休息四日四更多天，开封府这些英雄都用完早饭都眯到后宅院，但是人不知鬼不觉，鸡不叫狗不咬啊。另外说蒋平和吩咐马忠，你呀到你这村查树岗，你得去放风。放什么风呢？把你自己照着说，就是你这门亲事非常同意，这叫什么呢？这叫稳军之计。这贼要一来，老百姓都说了马家对这亲事都满意，居家都同意了了，走冲地去了啊，都寻过味儿了了。哎呀，轮都山阎王寨以后得成大患，这刘学巧这军事以后得升大官，嘿嘿，我们能不同意吗？我们借着这棵大树能接银粮，就这么说，比我还在华上的说着，说明白吧？是，那我只照你这话描差不多。马员外这一天不干别的活，
就干这活儿，哎，造这个舆论，以免让伦都山这些个贼产生怀疑。天光亮了，这些人都躲藏起来，时间不大呀。由打这个大门以外，由打东边往西跑了一个家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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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可了不得了，冤枉呀！伦都山阎王在娶亲的来了。马忠啊，别看开封府这些人在这给他仗胆，事到临头啊，这事没出现他诧异，事要马上出现，面对着这些贼来了，他这胆儿又站不住了。来多少人呐？哎呀，没查过来呀，一大溜啊，连人带马呀，你听着吧，鼓乐喧天。哎呦，马忠啊，这心里呀、啊，就像那摔兔子似的，啊，噔蹦蹦蹦蹦，一跳到嗓子眼儿。他又还什么怕呢？心中想，开封府这些人也不到30人。伦都山来这么些人，刚才家丁说都没查过来，倘若要伸上手，开封府这么点人，这能成吗？马忠啊，心没底了，愣头皮吧，进。说时迟那时快，这些贼由远而近，由远而近，时间不大就来到了马员外大门以外。再看头一个，这位骑着高头大马，胸前还带大花，这位长这脑袋呀，就有点像个坛子形差不多，坛子嘴冲下，就那个脑袋，溜圆，大醉腮，这胡须都什么样呢？焦金黄，一团胡须。怎么一团胡须呢？他这胡须长得就是有个名叫虬髯。什么叫虬髯呢？打个不恰当比方，就像哪位烫头似的，在那拘着着。这赛活猴刘学巧要一捋胡子，就听啊唰，哎，这胡子能抻出这么长？可他这一伸手，这胡子啊嘟，再卷回来。所以说，就在海下这一嘟噜一团胡须，嘿，这家长得奇怪。古铜色的棕衣，外边披着大氅，可这位扎金剑袖，挺威武。再看后边挨着他这个，哎，这人长得面如银盆呐、啊，长得三山得配，骨肉均匀，细腰大背，双肩暴龙，与众不同。宝剑眉之头，天堂哪绝入鬓，在肋下配着两柄双剑，金八钩金石剑，四个灯笼穗往下一吹，随风飘摆。左镖囊，右暗器囊。而这人长得耍快，年轻英俊。这人是谁？伦都山阎王在天德王的左膀右臂，他是大帅，叫金镖侠林玉。列位，这林玉可不是不了得的人物啊，年轻有为呀、啊，也是武林的高手佼佼者。你等下段书
这才引起来金镖对金镖。徐良，你等跟他动手时，这一段可厉害了。挨着这个金镖侠林玉、林大帅的后边有两个，这两个人呢，这个是一般不二，一丈一尺挂铃。冷眼要瞅他们身躯，就像一个模子扣出一样。个儿来说，一般憨，一般高，唯独啊，你转过脸瞅不行了。有一个黄脸的，有一个黑脸的，这俩家伙掌中都使的是大棍。会听说的都明白啊，锤棍之将不可力敌，使锤的、使棍的、使棒的，都得有一定一把的大力气，身小力薄，使不了这种兵器。再看这两个，肚大腰憨，胖大的魁梧，肩宽背厚，人人发甚。谁呀？头一个叫大力金刚神车心远，紧挨着他这个也是大力金刚神，叫金德利。这个两个在轮都山阎王寨脚这一跺，轮都山各山头都发颤。了不起的人物。哎呦，说那么说，这刘学巧来娶亲来，就把轮都山主要人物都搬来了。那哪是搬了呀？那是轮都山天德王啊，这王爷对于刘学巧的尊重，一个是呢，让他俩去，因为他脸上有光。一个大帅，都来了，车心远、金德利，那都是，阎王寨的了不起的人物，都陪伴他，他不能不高兴吗？一二来说，也要保护刘学巧的安全，所以说派这么多人来。往下那些偏寨主数不胜数，咱们就不一一表的用谁说谁。不说别人，单说这个刘学巧啊，有打安桥这一看，这认识马忠啊，一飞身行，甩镫立鞍，跳下这骑马，把这个兵器挂在鸟翅环得胜钩啊。他也部下的功夫，干嘛骑马呢？今天是娶亲，他不可能徒步而行啊。下了这骑马，这才来到老员外马忠对面，撩一记胡同就跪下了，蹦蹦蹦叩头：“岳父泰山，岳父泰山，小婿给岳父你老人家磕头了。”蹦蹦蹦，哎呦，不磕头便罢，列位，这刘学巧这一磕头啊，把这些所有的人这脸磕的都挂不住面子。为什么呢？叫岳父泰山叫这个甜蜜叫应该，尤其是这个刘学巧年已经进入花甲，您听听，他的岁数比这个马松员外还要大，就这么叩头，贱不唧唧的管叫岳父泰山，寒碜不寒碜？人家马小娇姑娘小女才17岁，哎呦，大家伙脸挂不住劲呐。马忠啊也抬不起头来呀，起来起来，不必大礼，起来吧，起来。
他也没叫小婿，也没叫女婿，更没叫姑子，啥也没叫。老头儿抹不开轿啊，个顶个。刘学巧给引荐，他是谁？他是谁呀、啊？那马忠啊，哎，别说没瞅，他就连听都没听。你爱谁谁吧、啊，与我毫无关系。一会儿你就知道咋回事了。书说简短，这才让进了老马家头一帮。金镖侠林玉，大力金刚神车新远，大力金刚神金德利，赛活猴的刘学巧，安排到了上水手在前院。剩下后院的还有30多人。这30多人啊，也不很不简单，是一个偏寨的寨主。这位是谁呢？滚地雷子苗顺。滚地雷子苗顺呐、啊，这人长得40半小个，长得粗伦多粗瘪。这滚地雷子，这位力大无穷，他会地躺刀的功夫。滚地雷子苗顺呐、啊，带着这30多人。上大后院去了，大后院离前院多远呀、啊？3里地。那得离那远干嘛呢？列位，书中暗含着交代，这都是蒋平、蒋四爷安排的，分散贼人的兵力。告诉马忠了，把这些贼不能都安排到我们跟前，给他们远远安排。一旦我们动手，让他们够不上箭，可这意思。所以说马忠啊，这一摆手，这个寨主啊，苗寨主，后院还有待客厅，那里边条件非常好，不便咱们后院请。好嘞。马忠马老员外这才把滚地雷子苗顺这几个都领到了大后院，给他们分开了。书说简短，前院上水手这几位当然得派人陪着呀，这都蒋平安排的。派谁呢？义侠太保刘世杰。为啥安排他呢？小伙子有学问，小七杰之中的义侠太保刘世杰，那是个人物啊，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能言善语，会说会道，小伙子说话兜水不漏，说是蒋四爷才安排义侠太保刘世杰坐在了车新远和这个赛活猴刘学巧一个桌陪唠嗑，其余别的咱就不用细说他们。一边喝着酒啊，这赛活猴刘学巧啊，越瞅这个义侠太保刘世杰，哎，这小伙长得真是嘎巴溜丢一摆摆呀，小伙子长得碎成。我来问岳父泰山，这小伙是哪个？嘿，你不知，你听岳父当你眼见。Thank you.
上文书说到云都山阎王寨啊，军师大帅大力金刚全来了，安排到老马家的前院，高酒名肴啊，全是好酒好菜，陪且的是义侠太保刘世杰。小伙子好啊，要人才有人才，长了一身的恋人的肉。刘学巧这么一看，这小伙子长得，哎，泰山呐，小旭，我问问，可这个小伙子是咱们什么亲戚呢？啊，哎呀，您不知，这是啊，我一个一家的一个侄子，叫小五。哦，哈哈哈哈，哎呦，现在从今天看啊，咱们就是近亲了。嗯，我刘学巧啊，就是您家的梅氏了。哎呀，您叫什么名啊？小五。说着话，刘世杰奔站起来了，这假戏的真演呢。刘世杰站起身形，一躬到地，啊，参见军师，参见大帅，哎，草民呐，小五，哎呀，多见少怪，不懂得什么事不，也不会唠什么。您呐，就多吃多喝，没有什么高酒名肴，料表心意，多谢哟。啊，刘学巧一瞅，这句话唠得挺好。哎，小五啊，我看你非是等闲之辈，这回啊，哎，你也就算沾我点光。告诉你，哎，我在轮渡山阎王寨得说说一不二，有的地方天德王黄伦都得听我的。你呀，从明天开始，咱们是近亲，久以后呢，你要没啥可干的，没什么相当的行业，你怎么办？你就随我，跟我到轮渡山阎王寨。大说不能，起码呀，你当一个偏寨主，那还是绰绰有余。我一句话，哎，多谢你老人家推荐。好了，刘世杰心中想，老东西，哎，我把你们这些老混蛋，说不定以后你们就没多大活头了。等天一黑，我他妈先等下家伙先收拾哪个呢？刘世杰在这琢磨。可现在酒至半酣，喝的差不多了，马忠老员外，别人看出破绽呢。哎呀，军师啊，哎，贤婿啊，我看天也不早了。这些人走了，路途也很远，都挺劳累。我看咱们磨不住，我就早点休息吧。好嘞，老员外为啥这样说呢？员外着急呀，恨不得一时让这刘学巧跟那贾大姑娘、贾毛小马小娇他俩入洞房去，不用说进去，他那命就没了。老头是着的这个急。好嘞，刘学巧高兴的这一嘀咕啊，哎呦，心中想啊，看来老马家对我刘学巧现在是真的不错了啊，这是实心实意承认我这个姑子了。你看这老头想的还是挺周到，让我们回去赶紧休息。好嘞，
刘学巧赛活猴，这才放下酒盅。赛活猴，刘学巧离开了上宅房，他一边走着，心里头亮堂，心中想啊，这人与人前世的缘分，没成想马小娇我们两个真能配鸳鸯啊。前五天我们两个谁都不想认，怎么认的呢？非常望今天晚间成对成双啊。刘学巧一边走着，喜冲的往外，他心里头美滋滋的，我今天成新郎啊，这老家伙来到了近，切记推开门双扇，迈进足这才进入这座新房。刘学巧往屋里的一进，室外的打量，瞧了瞧啊，这屋收拾的这样的华堂啊，四壁墙都是新粘的画，有一个紫檀的第八仙放在地当阳，桌子上放着茶壶烧带茶碗啊。各位再看看，都是好茶叶王，您看他瞅罢了两眼，往床送耳目，瞧了瞧床榻上坐着一位女娇娘，刘学巧啊，他这才手独走，心中想，我怎么能我跟你新娘唠几句家常。赛活猴想到这儿往前迈两步，他坐在床边上挨着这个小新娘啊，哎啊，别说刘学巧这心里咋美了，
这刚进屋这一回有点摩拳擦掌，就像没啥说的似的。他为啥这么想呢？他生怕这马小娇啊瞧不起他，他心里有个怕字，所以说呀，站半天挺尴尬，说怎么跟他唠两句呢？想不出词儿来。哎，你那么的吧。这位往前迈两步，紧挨着窗边，他就一屁股就坐那了。紧挨着这个假马小娇，真正的小侠龙天彪。哎呀，想了半天，他蒙出正词儿来。哎呀，美人啊，新娘啊，哎，渔夫啊，来迟了一步，哎呀，让您厚等了，多有对不起。什么天美说的，还说人家还让他厚等了。他一边说话，就把这猴爪子伸出来了。干嘛？就搭到了龙天彪的肩头上。干啥呢？要套近乎呗。搭到了龙天彪的肩胛上，那只手伸过来就要把龙天彪揽过来，龙天彪都要吐了，心中想啊。赛活猴刘学巧啊！哎呦，我今天我怎么办呢？伸手，机会可来呀！再不伸手，一旦让他看出马脚，可就麻烦了。龙天彪心中想：我先给你来个通天炮，给你打懵了。龙天彪说着，心里想到这儿，这船呐，早就攥紧了。就像这16磅小开水似的，照着那赛活猴刘学丑的右边厢的太阳穴，就听这一电炮周的，那叫冷不防啊！现在刘学巧什么也没心思，啊，就想。一手把这个小娇娘揽过来，他一个心都想着，别的都没想啊。他哪有防备？这一拳打的，当时把太阳穴险些没给打塌了。他使了6成劲，为什么呢？临行时吧，蒋平啊，千叮咛万嘱咐，嘱咐什么呀？千万。要活的，不行要死的，哎，死人嘴就无对证了。要活的，有什么事儿都能从赛活猴嘴里能问出来。所以说呀，龙天彪小侠这才没敢使10分力气，脑袋就碎了。2分9，这才把这个匕首拿过来了。匕首啊，哎，在大腿这插着呢。那入洞房还能带兵器吗？售书讲理，设计拿贼呀！龙天彪当时这才把这个匕首拿过来，照着那个刘学巧就来了。刘学巧也不是等闲之辈呀！哎呦，这才明白你是什么人。龙天彪唰啦把盖头这一揭。牛耳尖刀必锃明瓦亮，在手握着。刘学巧啊，我今天让你死个明白，明人不做暗事。要问我实话，告诉你，我东京汴梁开封府的差官，我的授业恩师，谁不知哪个不晓？三手大将军多倍仁兄，山西大雁徐良就是我的师傅，在下少侠龙天彪，取你的性命，拿命来！唰，这一剑就过去。哎呦，刘学巧一听，完了，
他又不提别人，便把一提山西大宴徐良啊，写些买牌吓尿裤兜了。你人怕人可了不得，赛活好推门没推出去，他差点蹦蹦的，回头打算往跳出后窗户。哎呦，小英雄龙天彪后悔了，后悔什么呀？我当刚才我不应该打你这一拳呢、啊，我告我这牛尾尖刀给你放点血，省他妈你这还跑。当时龙天彪两个箭步窜的后果，他打算照他那个臀部，哎，因为他臀部酸肉多，不是致命的地方，哪成想啊，哎，龙天彪啊心里也发慌了，这牛尾尖刀啊就有点错位了，往哪错？往上错一位，坏了，就有打赛活猴这腰眼后背向啊，又给穿透了，这匕首可不短呐、啊，一尺半有余啊。只要听赛活猴溜出脚惨叫一声啊，小侠龙天彪来到近前再看，完了完了，一动也不动了。哎呦，断气，这怎么办嘛？蒋氏老爷告诉他要活的，那也没办法了，死就死了吧。这功夫就听龙天彪应声呐喊，喊什么？临行是吧？这都是蒋四爷蒋平嘱咐的。抓住刘学巧，你就为信号，你就喊，你这一喊，我们这些人都动手，就把这些贼是一网打尽。他这一喊，心里头琢磨，我这一喊呢，不喊便罢，这一喊呀，老少群雄赶快动手吧，凶手已经是阵法了。凶手阵法了，大家会听阵法了，那就是死了，抓住了。不说别人，咱们单说义侠太保刘世杰，他不仅爱车心远吗？小伙子刚听着这儿，这个来的也巧，有这个佣人下手司马协的，端着方盘，有一大盘子，就像我这小骨这么大一大个的盘子，装着热气腾腾的四喜丸子，还有汤。一侠太保把这四喜丸子这碗汤就端过来了，这功夫小侠龙天彪的声音也传过来了。嘿，刘世杰心想，你他再想跑是谈何容易，我他妈今天让你是零早点他妈胡子绑起来我都给你吧。啊，唰，我的这个天哪，刚出国的这个大力金刚神车心丸光头没戴帽子啊，你这碗汤扣脑袋受得了吗？车心丸当时没听，阿弥陀佛呢，佛他妈都烫丢了，都还是俺念佛去。车心丸嗷嗷一嗓，这是怎么回事？一侠太保刘世杰有点后背星，把这刀往出一落啊！车心元，你别看这坨大呀，那可相当灵便，另外经验非常的浓厚。车心元当时不见一是长八九，只说胡着灯笼心内明，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都动手了啊？车心元不用分说，破死命的一个箭步，就在窗户嚓就跳到了外边。
王臣这个车心远，一个箭不出中。这一回惊动了金德利，这位随后他也甘心。这些人呼啦超都跳到了天井院中。这么单说一侠太保刘世杰，这刀一晃逼住车心远，大力金刚神这位老和尚，他们两个插招换式打在一处。这功夫又打洞房中出来龙天彪小燕兄，这功夫又打旁边过来那位翻江叔的四爷，他叫蒋平。蒋四爷来到龙天彪的界近，孩子那猴呢？小侠龙天彪叫一声，四爷爷你来听，他把这猴啊他不老实，他烂蹦，我们家小心他一命把他坑。哎呀，蒋平一拍大腿，孩子我告诉你的明白，那怎么办？四爷爷死死了。来来来，蒋平他亮出一对兵刃，分水得毛刺，逼住了那位大力金刚神金德利他们两个的交了方。这一打可就不要紧呐，开封府将官难一营，这功夫又闪过来霹雳鬼韩天锦。韩天锦呢力大无穷，掌中也是使的大棍，当时就把这金德利他来封。封住了的金德利，这位韩天锦他也打不赢，急坏了四爷这位蒋平，心中想，哎呀梁子，徐梁啊，你小子怎么还不出征？这一喊可就不要紧了，惊动徐良多半人兄。山西大雁徐良这才一个箭步出屋东探背榜，挖出了这口大刀掌中擎。哎，伤害！当时徐良过来，这才把这大力金刚神车心远他来封。金德利在旁边的来观阵，这功夫的徐良眼睛都红。当时这口刀的八卦万圣刀、八路刀。唰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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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地那个车心远往后直拥。他们两个一共打了25趟，车心远累的大喘气，就像那一头老牛一般疼。可这25趟把车心远累的，列位。那徐良那轻身术还了得吗？嗯，高就高，矮就矮，
横跳黄河，竖吊彩海，万丈高楼脚下踩，猫窜狗闪，兔鬼鹰翻，猴上树，虎登山，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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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车心远，那么大的坨，扛住徐良这顿折腾吗？这25趟就把这车心远累的，在旁边拄着这个大棍喘气，跟老牛他们一样。山西燕徐良心想，我怎么能给你来这空虚呢？徐良晃着金丝大环宝刀又过来，又来个3个照面。山西燕徐良一看这车心远，拉了这一空，徐良这才刀里夹脚，这刀唰过去了。车心元当时一缩梗，就这够着。山西大雁徐良后备箱这右腿抬起来，照着车心元的臀部啊，啪！那个快劲就甭提了，把车心元蹬的啊，噔噔噔噔噔噔，咣！啪！上来绑。一侠太保刘世杰带着那6个兄弟小七杰上前来，就把车心远给绑上了。为了抓贼，要口供，不要他们的性命。第二个，这个金大力呀，大力金刚神了。当时这么一看，眼巴巴的那么大的车心远让人给抓住了。大力金刚神呐、金德利这一看红了眼了，晃七枚大棍，白眼眉，徐良，你今天休要猖狂，少要撒野，拿命来！这棍往里一挤，挂动风筝，棍一打，就必须有风声。泰山压顶就下来了。山西大雁徐良往左边厢一道腰，很轻松躲过他这棍。我说这位，你也应该通通名，报报姓，哎，过来举手就打。我看你是个小人之辈，你敢不敢通名？呸！小如此徐良啊，哎，实话告诉你，今天我让你在我棍下死个明白。要问我，方才那是大力金刚神车心远，我俩是磕头的弟兄，我叫大力金刚神金德利。来来来，徐良啊，指示我者，你赶快别让我费事，你把你脑袋用你大环刀给我拿起来，以免我金德利费事。